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各位网上听众，你哋好，我系袁大明，好高兴咧今晚又能够同大家一起探讨一啲近日发生嘅事情，或者正在困扰香港嘅问题。咁我哋香港出路呢个网上电台嘅节目嘅目的咧，就系希望为香港寻找一条出路，能够真正解决香港面对嘅问题。咁我哋唔系只希望同大家一齐大肆批评下政府、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唔好，大家发泄一番就算啦。咁我哋希望咧能够深入啲讨论问题嘅根源啦，了解问题嘅来龙去脉。咁最后咧提出一啲具体嘅解决方法同埋建议。其实我哋香港每个人喺呢种情况之下可以做啲乜嘢令到问题真正解决呢？咁好啦，咁今晚咧我哋个题目咧就喺最近下香港又再重新再讨论嘅，就关于个医疗融资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医疗融资呢个问题咧，可以咁讲咧，我哋喺香港出路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每次香港政府又提出嚟讲嘅时候呢，咁我都有一直都有啲喺呢方面嘅回应同埋分析嘅。咁今晚呢黄岸贤啦同李永康呢同一齐呢係睇下，即係睇下呢样嘢。咁其实我喺都收集咗下喺出面嗰啲传媒嗰啲报道啦，同埋有不同人嘅意见啦。咁大体上呢其实我哋睇到系咩呢？李永康，你有冇？其实呢我哋睇返嗰六个方案啦，医疗融资其实呢得两个字呢就可以就係将佢讲晒㗎啦，就係夹钱。夹钱。问题係点夹，边个夹，同埋夹几多嘅啫。咁我唔想讲嗰六个方案之前呢，其实呢我哋諗一諗，其实係咪真係一定要夹钱呢？未必㗎喎。因为嗱，依家佢讲嘅背后嗰个理念嚟讲咧，就系点解我哋需要夹钱，其实都系一个原因嘅啫，就系一人唔够钱使，要夹钱咯。咁点解我哋依家呢个即系医疗呢个咁嘅制度，点解要夹钱咧？咁样佢有几个即系背后嗰个原因咁讲俾我哋听下。咁其实咧都系好冇道理嘅。系嗱，第一样嘢，人口增多。人口将会增多，将会增多。咁当然，你系咪增加到好多啫？香港，即系嗱，如果我哋人口增多咧，就唔出奇。系，但系人口增多到我哋咧，俾唔俾张医疗账单咧，就会系出奇啦。人多咁啊，纳税人又跟住多嘅。系啦，你都知道啦，人口增即系跟住会做，佢哋唔系企喺坐喺度等啲雨落嚟，然之后等执啲番茄食噶嘛。咁呢个根本就唔成立嘅。同埋老人嘅比例，未必人口未必香港未来人口未必系增多嘅。系点解？因为我哋好简单啫，我而家得一对夫妇生得0.8个仔嘅啫。系啊，全世界最少嘅，仲少过伊拉克。未必系噶，因为其实依家有好多我哋人口增多嘅嗰个成分咧，系外来移民，或者我哋再准确啲讲系一啲中国嘅移民。是移过嚟噶，佢哋可以系随时走得噶。系，佢哋好多时候搭脚石噶，喺香港系嘛？吓，同埋我哋香港好多，亦都有好多回流嘅移民，佢都随时有走得噶。系，佢全部有晒外国嘅护照噶嘛，全部都靓晒噶啦。系，吓，即系所以人口增多系未必噶吓。系，因为移民嚟噶啦。老年人口增多，系，呢个可以成立。但是老年人口增多未必老年人一定多病的嘛。是。是吧，好多好，即是如果即是你们再想想我们再上上一辈的时候，那个老人家很壮健的喎。是啊是啊。没什么病的喎。是啊。即是cancer, 即是癌症很少听到的喎。即是如果你早父母那辈。
極少有，咁你今日話嗰時可能驗到啫，可能唔知啊。咁驗唔到驗冇事，咁啊冇所謂啦，咁唔好叫人去驗啦。但係好長壽，好長命㗎喎。係揦埋都即係除咗打仗之外，揦埋都七八十歲㗎喎。係啊，即係未必一定係啊。要多病，老唔係一定要去，假設佢一定會多病。係多，點解係全部係假設嚟㗎？係咁，亦都係啊，阿曾財爺。佢自己亦都自己講啦，即係政府做嘅嚇、啊、做嘅預測咧，係幾時都冇不準確嘅。係，佢冇自己認啊嘛。佢話真係好難估咁解啫。其實好簡單，點解好難估？我話俾你聽啊，因為即係呢啲咁嘅 modeling 啊，即係叫叫叫 statistic modeling， 即係。在統計學上的預測呢是不會是一定是不會準確的，為什麼呢？因為全部都是在電腦做出來，即是基本上是基於一些假設的嘛。嗯，即是如果你假設不存在的話呢，那整個的推測呢都是落空的。那而我們呢，通常的假設呢通常都是很難準確的。我講個很簡單的例子給你看，你要記得1989年啊，蘇聯開始垮台，東歐開始垮台啦，即係蘇聯之後就解體啦。嚇、你睇翻，你我而家俾你睇翻1988年任何一張報紙，任何一張，任何一個電台新聞，有冇人預測過？任何法師啊、術士，有冇預測過89年會蘇聯冧檔嘅咧？係冇。點解咧？因為預測。因為其實這個世界很大的事，甚至很小的事，那個發出來的機率呢基本上是一樣的。嗯，就是說一個九級七級半大地震，台北話一級的小震，它初你看到的資料都是一個很小的輕微地殼變動而已，根本就是你沒辦法預測。即是如果你說用這個預測來到去，就要你即刻拿現在你們所讀口袋裡面的車去搞呢，是極之冒險的。嗯。好啦，另外一樣東西啦，醫療費用增加。啊、即是。是。好簡單，我跟你解計，如果你在60年代傷風感冒看一次症，吃一次藥，即是吃藥吃到你好啦。是是。還有你現在90年代。唔係，依個唔係2007年，又係傷風感冒啫。食一次藥，睇一次症，你估爭幾多少錢啊？咁貴咗好多啦，係嘛？十倍。係啦。十倍。有人計過係咁樣。足十倍。哦。香港也。係。六零年代十零蚊咁啦。使唔使咁貴啊？冇啊，一蚊掛好嘅嗰陣。你仲記？如果你記得，冇乜人攞藥水樽，自己帶個藥水樽去噶。我係咩？喺公立醫院，公立醫院自己帶個樽去。哦，咁啊幾環保喎！係啊，醫院同你幫你消毒個樽噶。哦，即時幫你消毒哦。啊，都幾有人環保啊！邊揾個樽啊嚟？玻璃樽嚟嗰陣。啊，嗰啲玻璃樽啊，足十倍。嗯。都係咁樣醫嘅啫噃。係。啊。咁啊，傷風感冒唔係咁易點醫啊？係咯，有幾複雜，有幾複雜啦。但係點解會貴咗咧？誒，咁啲人貴啫。係咯，你都識講。即閒人多啦。啲醫生貴，醫生人工貴咗啦。醫生貴啦，同埋醫生背後嗰個醫護人員醫療系統貴咗好多。係，啲官又多啦，係嘛？係。啲儀器又貴啦，啲租又貴啦。咁佢即係仲要我哋去夾錢養呢 part， 冇乜用。呢 part 有係嘛？咁你夾唔夾咧嚇？咪咯。系好啦，仲有一样嘢啦，就是、政府收入，即系好难会系增多，佢哋讲啊。嗯。咁但系唔系咧，未必嘅、哦。无啦啦多千几亿啦。即系当然呢啲系，但系因为你谂下，即系其实如果你多将个政府嘅收入当咗盘生意咁睇，嗯，人多咗，其实机会多咗噶嘛。嗯。你唔会话突然之间少到啲钱少到，即系连。啲人嘅醫療咧都係比唔起噶嘛，唔會。咁其實即係佢所講嘅所有嘅基本上嘅理由都唔係理由嚟嘅。即係嗱，如果基本上維持翻而家咁嘅社會局面，而家咁嘅醫療水平，乜事都冇嘅喎。係啊，我又用我成日講係好大嘅危機就真係。都好簡單數據咩？我而家咁樣亂咁使錢嘅已經啊，350億度嘅一年用。
四百亿近四百亿啦，系嘛？因为佢由个医管局接手开始咧，当时大概香港嘅公立医疗体啊系统里边嘅开支大概五十亿嘅啫。而家当一我俾够你四百亿啊，俾够你五百亿。好啊，好吓、啊。但系知我哋个 GNP 系几多？即系国民生产总值一万五千亿到啦。香港而家吓，上次个财委会嗰个系15% 啊嘛。你要將500除返1萬，即係好少嘅比率嚟㗎嘛。佢三，佢一個係三，香港即總開支下，即係公立好似50%啦，私立40%啦。咁同一般人嘅開支大概係 3.2% of GNP 嘅啫。係囉。就唔多嘅。你即係比其他國家少。你用個 Excel， 即係用個電腦 Excel 撳一撳嘅啦，將個500億，就算真係亂咁使錢啦，一年增加10% compound 複式咁加上去，其實我都俾得起喎。嗱，佢哈佛嘅報告就唔係咁講嘅，即係佢哋話咧，以嗰、那個而家嗰個開支嗰個增加率啦，咁好快就會破產嘅。咁增加率啊嘛，咁個率係一路增加嘛，人工不斷咁增加咧，要係咯。咁你唔增加佢咪得咯？點解你要不斷喺個率嗰度增加咧？即係本來以前係2%，而家要4%，跟住6%，咁遲早破產啦。係。咁即係好多睇一個假設啦，係咪即係佢嗰啲估計嘅將來會破產，咁呢其實好多係同埋我剛才好強調依家係今係亂咁使錢。咁係係，如果我哋唔亂咁使錢，其實呢我哋醫療呢可以唔使要再用咁多錢，但我哋啲人嘅享受嘅服務呢會好啲㗎喎。外判咗佢咧，比深圳肯定平好多。唔使外判深圳啦，你即刻開放俾中國啲醫生，當然我承認佢哋嘅資格，承認佢嘅資格，係咁即刻嚟，世界醫生嚟啊！即刻嚟全世界啦，係啦。阿醫生講過，俄羅斯嗰啲千零蚊一個月嘅啫嘛，一年就得㗎啦，千蚊一個月啫，1000蚊。唔係100蚊啊，一個月啊，美金啊，美金啊，咁都幾年前咯，100蚊美金一個月。咪千零蚊港幣咯，係咪咯？係咯，冇話1000蚊咯喎，即係咁都幾年前啦。我同呢位俄羅斯個醫生傾起嚟，比較慢嘅。佢話：，唉，真係，喂，成個俄羅斯醫生都太嚟，好羞恥啊！我講俾你聽啦，咁我哋喺俄羅斯做醫生咧，係大概$100美金一個月嘅啫，比中學教師仲少啊，真係差唔多，都係要請曬佢嚟咯。请晒佢嚟都请得起，唔使你要开放佢自己自动会嚟啦。咪咯，你肯请佢嚟，你请多我翻去陪佢都唔使，都系20000蚊个月啫，系嘛？嗯，依家医生最平都40000，我起薪都40000噶咯。起码吓、啊，香港系香港有成几百个顾问级嘅医生嘅人工啊，比香港广东仲高啦。嗯。系咪？都唔好嘅顾问啊，散仔就而家讲。系啊，唔好话就咁喺医管局做个文职嘅人员啊、秘书啊嗰啲，都系比一般高好多嘅。咁就嗱，总之咧，香港嘅医务人员咧，那个人工系全世界系差唔多最高。只系能够同香港拍得齐咧，就系、是、美国嘅纽约啊嗰啲咁嘅大城市个医生咧，系收入比香港嗰啲医生咁一样差唔多。咁即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嗱，李永康頭先嘅分析就話咧，其實咧我哋好多假設咧係我哋嗰個醫療嘅費用會不斷咁增加。其實呢個假設本身已經有問題啦。咁其實我哋好可以話，我哋唔使咁樣去使嘅，我哋可以慳啲嘅。咁點解唔去諗咧？我哋唔使成為全世界人工最高嘅醫務人員最高嘅地方嘅，或者揀到我哋排第十、第二十都冇所謂嘅，係嘛？咁即係呢個已經解決咗啦。唔係，錢多錢少都唔係呢個最大嘅問題啊。係，即係始終你病始終係要醫㗎啦。係，但係咧，俾咗錢出去咧，如果都仲係醫唔好咧，咁呢個即係大問題啊嘛。係，我哋依家大部分見到即係啲人去病係醫極都醫唔好啊嘛。你見過幾時有個高血壓去醫係醫翻出嚟係？醫好嗰個高血壓嘅咧，嗱，基本上80%嘅人嗰啲文明人嗰啲病咧，咁即係根據新英明醫學雜誌1977年嗰一篇社論講嘅啦，咁佢都話咧係文明地方生活嘅人咧，嗰啲所患嘅病咧，只係1/10嘅病咧，就現時嘅我哋所信賴嘅、依賴嘅全面然後俾佢哋壟斷嘅醫療能夠幫到係十分之一嘅啫，咁啲通常係啲
創傷性的啲毛病，斷骨啊、流血不止啊、皮膚嚴重灼傷啊，咁呢種嘅問題，咁對抗性嘅醫療咧係即係有救命嘅，係幫得好多嘅。咁但係咧，其80%嘅文明地方人所患嘅病咧，即係所我哋一般人所認識嘅咧，例如糖尿病啊、高血壓啊、類風濕啊、風濕性關節呢類咁樣嘅，或者肝炎嘅問題啊、腎衰竭啊呢啲，咁其實呢係佔文明地方人，即係好似香港地方人嘅病嘅，佔80%嘅。咁根據真靈醫學雜誌嘅報導咧，其實呢啲病咧喺現時我哋所信賴嘅俾我哋俾緊錢嘅西醫係根本佢係醫唔到嘅，即係佢最多係能夠幫你所謂控制嘅病情啦。咁但係咧係可以話到你死嗰日咧，你個病都會喺度嘅。咁你要不斷咁醫嘅。咁剩翻嗰10%嘅咧係咩病咧？佢就叫做醫生因病。咁因為醫生所開嘅藥啊，做嘅手術啦、我哋講正確嘅，正確地做啊，正確地開嗰啲藥咧。做出嚟嘅副作用咧，係製造咗另外10%嘅病嘅。咁即係呢個係1977年新英倫醫學雜誌本身講嘅。咁有啲人一聽到呢個數據咧，就話：哇！呢個好耐之前㗎啦。咁而家可能唔同啦，科技不斷咁發達，係咪？好啦，咁我哋最大概兩年前咧，2004年啦，嗰度好似喺嗰個亞洲週刊咧，都兩年前，2006年度都唔係好耐嘅呢份雜誌。咁就講個日本嗰個情況，咁日本嗰個口腫散白皮書，就口腫症應該係人衛生署啦，咁佢就做過一個調查呢，咁佢就發現呢，佢係日本呢呢國家用咗成差唔多31兆億，即係100萬，即係非常之高嘅費用呢，係用喺醫療費用嘅，但係呢個醫療嘅成效呢其實呢係冇改善過，即係用到不斷咁用增加嘅費用，但係呢能夠醫到個病個成效呢都係維持喺1/5，即係佢好啲啦，唔係1/10啦，1/5啦咁樣。咁所以呢佢哋覺得呢即係個問題呢就係、是、即係大家應該聽到啦，即係個問題就唔係唔夠錢嗰度囉，係咪？咁即係話呢你要解決問題，當然你係需要一個方法呢，一定需要一個方法呢係能夠醫到病嘅。咁如果你嗰個醫療系統所採取嘅方法呢係對80%文明人所患嘅病呢係完全呢係醫唔到嘅，根治唔到嘅。只係搏命咁使錢醫到佢死嗰日，咁當然錢越使越多啦，係咪？由普通用藥跟住又要洗腎呀之類之類。咁即係你可以睇到呢係解釋到囉。即係嗰個背後嘅問題呢就唔係話香港人用嘅錢唔夠。咁有啲人話唔係喎，我哋用 3.2 個 GMP 啦，咁喺外國通常呢係8-12，美國差唔多成17% GMP 嘅，差唔多1.7兆億美元。咁有啲話1兆億到底幾多呢，係咪？即係好難即係知道呢個數據嘅。咁我只要知道呢，原來美國嘅醫療嘅消費呢個開支呢係仲高過美國用喺軍費。咁你可以知道嗰個數字嘅龐大。係咪？咁差唔多美國係全世界嘅警察嚟㗎啦。咁美國係第一軍費。第一軍費。第二呢教育。第三先至到。唔係，第一係醫療，第二係教育，第三先係軍費。OK， 咁即係你睇到呢，即係個醫療個費用呢喺美國差唔多係用咗 GMP 嘅16-17%㗎。咁即係話呢當然喺美國大部分都係自己私人俾錢啦。咁但係當然美國都亦都喺俾啲老人家同埋有啲真係窮嘅人呢都有佢嗰個 Medicare 嗰啲嘅。咁即係都會幫補好多嘅。咁當時嚟講大概有80億啦，呢都好多年前個數據，80億啊美元咁。咁即係你可以睇到呢，其實我哋要了解嗰個問題呢唔係真係我哋用錢唔夠。咁有啲人話咁香港用到 3.2 兆億，其他國家用咁多，係咪？咁我哋仲有大把即係增長嘅餘地啦，係咪？咁我哋用多幾倍都係用多兩三倍都係好似一般其他嗰啲西方國家咁咋嘛。咁但係要大家要明白呢啲咁嘅國家用嘅錢比香港多幾倍。咁但最終佢個醫療問題呢係仍然一樣㗎嘛。咁即係話呢佢用多幾倍之後呢個醫療嗰個問題呢仍然都係未解決㗎嘛。咁仍然都認為要再多啲錢㗎嘛。咁所以佢哋喺呢啲國家大部分都係用其他嘅手法囉。係咪限制你嘅睇醫生嗰個次數啊，或者嗰個你要排隊要長好多啊。咁或者有啲醫生呢就要被逼呢係派去一啲比較 formal 啲嘅省份去行醫啊之類之類。咁即係你睇到佢去到個階段呢已經係呢即係錢就已經用到大家都覺得係就快破產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呢係一啲都未解決得到。咁所以大家要了解囉，即係點解我哋個題目話醫療融資無法解決香港醫療問題囉。咁呢個係我哋嘅題目嚟嘅。咁真真正正呢個問題呢就唔係我哋夠唔夠錢呢個問題。
用嚟用得多过香港几倍咧，个问题都一式一样。Okay. 好啦，黄爱贤喺呢方面有冇立到啲？冇，我就系谂成件嘢即系几稳笨咁啫，即系你。喂，你有乜理由讲钱啊？失感情，即系你，我就系我，喂，做乜要供款咧？做乜要自己俾啊？佢六个方案冇一个系冇一个唔系益到我哋嘅、哦，系咪？即系讲唔通嘅、哦，要储蓄啊，幸好啊，几益到我啊，我系咪亦都益唔到？点解咧？我唔使供噶啦嘛，够个年纪又啊，系喎系，供唔到几耐啦？佢休咗之后唔使供啊，我当做嘢都唔使供几耐啦，系嘛？咁但系佢系咪保证到我咩咧？乜都保证唔到啊？系。咁我如果要健康，咁梗系不如靠自己啦，系嘛？多啲跑步啊，多啲运动啊，系嘛？小心饮食啊，但系睇多啲。即系健康嘅书籍啊，其实系人都做得噶，坊间其实好多书，好多人都有屋企有几本咁冇睇啊嘛。系，即系点样活得健康啲啊？食啲咩嘢啊？咁其实大多，喂，其实咁就已经够噶啦。一般人嚟讲，咁好大嘅问题就系你如果你病鬼咗，即系买咗你保险咧，就通常唔好嘥噶嘛，都冇理由唔用噶嘛，冇病都变咗有病啦，系嘛？有事冇事都真系用下啦，去睇下啦，咁样。咁你呢個壞嘅效果咁點咧？咁你可能就食多咗藥啦，係嘛？睇啲醫生多食多藥，咁翻嚟更加多病噶嘛。係最得意就係咧，佢基本上佢嗰個擔憂咧就係第一，即係其實你聽咗醫生咁耐嗰啲節目都知啦，即係嗰啲藥啊不斷出新，推陳出新，係咪？咁嗰啲儀器又撈到整越複雜，儀器嘅嘢無他，你整到幾 high tech 都得㗎，係咪？係，好貴啊，一定貴啊！你整到佢幾貴得㗎？藥又係舊嗰啲唔好啊，又改咗佢係咪？即係你啲嗰啲化療嗰啲啊，嗰啲時時都出新嘢噶嘛，佢整到幾萬蚊一劑俾你嘆，算佢真係有效啊，好咗啲咁啊，啲咁佢又多幾萬蚊。喂，呢啲係可以幾何級數咁上，咁你始終係唔夠錢㗎。咁我成件嘢睇咧，就係啲醫療集團咧，驚第日個利潤下降，你同企業一樣啊，利潤下降，咁咪諗橋去揾錢，但又唔可以好似商營機構咁又擴充營業性㗎嘛，你擴充真就係要。市民俾錢你噶嘛？咁市民唔肯俾嘅時候點啊？政府又唔肯俾嘅時候，最好就係咧逼政府整呢啲咁嘢咯，整個大嘅基金出嚟咯。今年個零餘1000零億啫嘛，已經讓一半俾佢哋喎，俾呢班幾犀利啊！呢班無良嘅醫療集團，呢班吸血鬼做唔得，就要負責整一個咁嘅計劃出嚟。仲要再俾多啲啊！但係監你俾錢佢喎，係啊，即係你有邊有咁荒謬嘅？即係物極必反咯。今次我估係通唔過噶啦。過去咁多年都冇次通過啦，因為佢始終佢提出嚟嘅解決方案咧，人一般即係普通人用少少常理一諗咧，都覺得係唔得。即係如果大家諗住要50萬，即係儲50萬又唔一定夠，咁我不如就即係小心啲健康好過啦。50萬係咪啊？即係你如果做大手術50萬係咪好少嘅啫？係啊，但係如果你話醫傷風鼻塞咧，我使乜50萬啊？50萬都嫌多啦，啱嘛？即系每个人之后即刻会谂噶嘛？咁你我调转个，我调转个谂法谂。嗱，如果我签张 statement 俾你，嗱，我病到死，你都唔好医我，你俾50萬嚟你俾50萬俾我。我有俾个选择咧。嗱，我供咗医疗保险，你系咪乜都医先？仲要包医好我先？你包医好我就几多钱都肯俾你。我俾份身家你都冇问题。你俾我活到100歲，保证我活到100歲，我俾咗副身家你又点话？系嘛？即系你冇啊！根本你依家啲医疗系完全揾笨噶嘛，保障唔到你任何嘢噶嘛，一样系两嘢医死人噶嘛。嗱，即系保证你咧就好快破产啦吓。咪咯。咁喺美国已经睇到啦，美国嘅喺华尔街啦，都好几年前嘅一个报告啦。佢喺美国咧导致私人破产最主要原因咧就系个医疗费用，即系唔系话佢哋唔系话讲直接要讲埋用保险公司嗰笔。嗱，我最近咧喺即系听到有啲朋友啦，其中我中学同学嚟嘅，咁佢咧就同佢太太即系都好多年前咧就移民咗去美国，咁佢其实一个男护士嚟嘅啫，佢太太电脑工程嗰啲工作嗰啲人，咁佢话佢同我讲过咧，佢话佢唔可以冇份工嘅，因为咧佢公司咧系每个月咧系帮佢即系保险费差唔多成1000蚊美金，放佢屋企嗰几个人，咁同埋佢自己又要保又要俾啲，咁我同佢计一计咧，差唔多咧佢哋嘅医疗嗰個保險啊，即係唔係用咗啊，都差唔多係每個月10000蚊港紙。咁呢個只不過一個中等家庭，兩公婆一齊翻工。咁我唔知佢兩公婆夾埋嘅人工幾多啦，即係應該睇到咯。
在美国用即系用用嗰个所谓验疏公，即系保险公司嘅方法嚟到帮你做嗰个医疗保险咧，结果咧系出现呢个情况。咁我又另外一位認識咧，原來佢係我點解我表哥嚟嘅，咁佢自己係牙醫，咁退咗休噶啦，咁佢太太亦都係喺醫院裏邊做，好高級嗰啲護士長嗰類嘅。咁佢哋話咧，佢哋唔可以即係佢唔可以唔續保嘅，即係佢保險金都幾高嘅，都差唔多係萬幾蚊咁樣嘅，但佢唔可以唔續保嘅，因為咧佢一唔續保咧，再去申請另一間保險公司咧，佢一定唔會受佢嘅。咁其實保險公司背後好多好多嘅問題㗎，又喺你睇返最近嗰、那個Michael Moore 有一輯叫做 Sickle， 咁佢就係講即係揭露美國嘅醫療嗰個問題嘅。咁其實好多美國人呢係可以咁講呢，係即係保險公司呢就成日呢就有乜事呢就係專門呢就搵返醫生呢就係唔受你咁樣嘅，或者唔保你。咁你變咗呢喺嗰個手續費嗰方面呢，你係用好多好多時間好多錢呢就要求保險公司去即係補償賠錢嘅。咁始終啦，保險公司係要做生意，要利潤㗎嘛，係咪？保險公司要養咁多嘅行政人員，高級嘅又好，咩都好。咁始終呢，佢喺醫療嗰方面呢，大家都知道啦，醫療係令到成個國家破產嘅。咁有冇可能驗收公司都接手呢？係會有利潤，係不可能嘅事嘅。咁即係好快你會睇到呢，驗收公司呢就會想盡辦法呢，係對嗰啲好多人呢係唔受佢保嘅。譬如你已經有糖尿病唔受保，你癌症唔使講啦，你基本上有好多嘅問題呢，佢知道你係基本上都係唔會好㗎啦。咁其實大部分嗰啲慢性病都係唔會好嘅。咁好多病如果你已經即係喺未買保險之前已經有呢啲病呢，佢基本上佢都唔會再保你。咁所以好多驗收公司呢，其中我喺有一次呢係同Carlingford 嗰個其中一個 Vice President， 咁同佢出去食飯，咁佢自己透露俾我呢，佢係根本大部分保險公司呢係唔想做醫療保險嘅。咁但通常呢佢要即係佢你起得間保險公司，你唔可以唔做，唔可以揀嚟做嘅。咁結果呢佢就會通常呢就有附帶條件嘅。即係我哋要保你，但成公司一齊保，包括意外保險啦，或者包括你個火險啊之類之類啊咁。咁我哋就會包括你嘅員工嗰啲醫療保險。咁其實呢可以咁講呢，醫療保險呢係根本一個蝕本生意嚟嘅。咁而家我將我哋個即係香港而家嘅構思呢，就將希望啲香港人呢係除咗自己被迫儲一啲錢啦，下去 5% 咁樣。咁跟住呢就希望啲香港人呢係買多啲私人保險呢。咁其實可以咁講呢，私人保險呢個嘅處理健康問題呢，喺外國呢，喺美國啦，最用得最多啦，即係用美國做例子啦，係已經係失敗咗嘅。咁結果就用不同嘅手法，用 HMO 啊，咁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咁就將你個醫療嗰個範圍呢係收集佢囉。咁要有啲註定嘅醫生，你唔係隨便可以睇邊個嘅。咁醫生當然要睇見你認為呢啲情況之下呢就只可以睇幾多次啊，或者呢啲情況之下呢就根本呢就唔會即係有個限額嘅。咁可以睇到呢，喺個現時嘅人點解醫療令到我哋咁多嘅政府嘅醫療費用呢係破產呢，其實呢唔可能喺私人裏面係會成功做咗出嚟。好啦，咁我哋或者休息幾分鐘呢，我再繼續嘅。咁希望大家喺呢方面如果有啲有特別嘅意見呢，可以打電話嚟嘅。咁李永康呢就揾咗有一個好別緻嘅叫做封面中國呢，原來係 Time 嘅時代雜誌嘅一個火柴嘅火柴，好多精緻嘅火柴盒嘅。咁如果大家有我得一盒嘅啫下，咁邊個第一個打電話嚟呢，我就可以將呢個係送俾你哋下，呢個好靚嘅，我都係第一次見到嘅下。OK， 咁幾分鐘之後啦，咁可以用下，咁唔使我嚟用嚟食煙嘅下，再去屋企擠下都或者喺巴伯橋啊，或者點香薰油啊都可以用。OK， 幾分鐘之後大家再繼續。當然我哋可以有時間就去個大自然裏面，我哋除咗個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樣呢就可以做到個接地氣，但係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時候呢，其實而家市面上呢已經係有一啲接地氣嘅產品呢，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呢已經呢度呢有好多嘅客人呢就係買咗返去屋企度呢，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個接地氣嘅治療啦。接地氣產品呢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噶啦，联络电话系2882-4848。好啦，咁我哋好快翻嚟啦，咁继续我哋今日嘅探讨个题目啦，就是、香港医疗融资呢个问题。咁
即係我哋都聽見好多嘅坊間嗰個反應啦，咁好多都係似乎都係反對嘅聲音為主啊。咁有啲直言講法咧，哇又要人工八折啊咁。唔知佢嗰种唔系八，因为九折啦。我唔知佢又写八折咁样。咁即系可能直觉上即系感觉到啊。咁咁又要即系好似即系话5% 就去到嗰个强积金系咪？跟住有5% 强医金，跟住咧就有可能买 insure 之如此类咁。咁其中我睇到嗰个报道有个被访者的女士咧，佢话：如果咁啊，我宁愿我病死我都唔去睇医生咯。咁但佢唔知道咧，其实而家啲钱都系俾紧嘅，佢冇以为佢而家系唔使钱，将来先系要钱，即系有种错觉。咁不过而家你都系俾紧钱嘅，系咪？不过唔系直接喺你嗰度，等你喺咁明显喺你直接攞嘅啫。咁其实都系纳税人嗰度攞嘅。咁所以而家系唔系平嘅，即系一种嘅感觉啊！而家啲医疗几好啊！平平地咁，將來要我俾錢咁貴，我就唔制啦咁。其實而家我哋醫療其實一啲都唔平嘅，我哋所付嘅只不過係實際嘅開支嘅3% 嘅啫嘛，係嘛？你俾3蚊雞咁，其實咧就100蚊嘅。咁所以你去睇個門診部，真真實在個價錢唔係嗰80蚊，係440蚊。你住院嗰方面咁，最基本個病床成1000幾蚊一日噶嘛。咁所以我有一種錯覺咧，就成日以為咧我哋而家咁平啊，又唔使錢咁樣，咁千祈唔好又唔使錢。根本我哋就係不斷咁俾錢，我哋嗰、那個再頭先黃岸然提出嗰個1000多億嘅盈餘裏面，一半就要俾曬佢啊！做基金，咁只基金就俾佢啫。準備呢個融資方案，係做唔成好過啦，係嘛？再派多一次錢幾開心？咁啊係，即係大家都係啊，即係咁樣睇下，即係唉，好啦，逐樣講下我哋嘅嗰六個方案嚟。係。好嘛，我哋好好睇下佢個可行性啦、第一個叫做社會醫療保險。咁呢就供3-5%，即係個個人。嗯。不過就全民共享嘅，就同一個醫療服務。嗯。供3%。咁呢有講法呢個等同收税。即係你人工裏面抽你3-5%。係。咁就抽咗呢個税之後呢，就所有人都有同一個醫療。嗯。咁呢個好似唔係好通啦，係咪？阿如醫生的 3% 同我的 3% 差好遠喎，咁咪幾好咁窮窮係咪幾好啊？係嘛？我最唔抵啦，係嘛？我退休都咁多10年都未睇過西醫，自己搞掂啦，係嘛？即係個個有份咁啊，公平嚟講係嘅，但係就嚇。但俾錢嗰啲就唔係，即係我睇到個唔知係明報嘅社論啦，講到好鬼老土嘅，即係咧大家都滿意而家嘅醫療啦，係嘛？我哋不如就一齊即係供咗佢，咁令到呢就個資源更加靈活運用，咁大家都唔介意，即係令到其他人就更好啊，係咪何樂而不為呢咁樣啊。咁梗係唔係啦，即係唔係㗎係咪，咁即係第一個醫療，即係我諗係佢嗰啲，我最尾嗰兩個先係真嘅，其他嗰啲係擺落去等你否定佢，政府係興咁樣嘅，你知啦，抌好多無謂嘅嘢落去。咁第二個方案就叫用者自付，咁就即係會大幅提高公立醫院同埋診所嘅收費，即係你用先俾啦，咁你唔用就唔使俾啦咁樣。咁但係你即係用者自付嘅意思，即係而家咁嘅補貼就第日唔得㗎啦，第日就要大幅增加收費啦。咁即係又係多餘啦，實冇得傾嘅呢樣。嗱未必㗎，因為佢嗱，如果你加返，即係當你加返你依家呢個將你依家依個病床錢啊，照收翻1000多蚊一日咧，你嘅選擇就未必一定係去政府醫院啊嘛。我煩都要俾1000多蚊一日嘅時候，可能去私家醫院啦，或者甚至出去醫都得噶。係直情唔去醫院，或者直頭唔去醫院。窮人點會可以俾1000多蚊嚟你啫？即係我哋用勉勉強強壓榨到啊！有啲人根本係嘥氣啦，即係唔再睇啦，死咗街就算啦咁啊！你唔 work 啦，佢唔醫你唔醫佢嘅時候，咁點咧？佢喺街度冇住大陸咁咯，喊緊口啦，咁死咯！你唔好忘記喎，我哋人類社會咧係一個非常之緊密嘅社會嚟嘅，即係唔好講話佢有病啦，即係就算佢喺你嘅門口嗰度騰騰震啊，凍住咁樣震下震下。你唔理佢，你望到亦都唔安樂㗎。咁啊係，即係喺度落係咁喎。
我哋唔係國內㗎嘛、你都身份證有三粒星㗎嘛。好啦，咁即係唔得啦。得㗎啦，你文明社會即係富裕社會唔容許呢啲餓死人喺街度係嘛。即係病死㗎啦。所以呢個呢其實係假嘢嚟㗎，所以你係咪揾笨呢？好啦，第三個叫自願私人醫療保險，咁政府只係扮演鼓勵角色，即係鼓勵大家即係去買私人醫療啦咁樣。咁買醫療保險送叉燒飯。唔知佢點鼓勵啦。咁呢個美國係好多人都係咁樣啦。可能營業多就派多啲錢俾你，啊等你去買保險啦，係嘛？營業多個年係嘛？咁呢、這個咁其實好多人都有㗎啦。如果你喺大機構打工啊，諸如此類係嘛？即係買醫療保險機構同你買咁，即係當係福利啊，咁好多都係有咁啦。大機構啦，我諗細公司都唔會㗎啦。係咩？細公司都唔會咁多。咁、因為其實因為曾經我講過咧，就醫療即係保險公司其實都唔中意做呢個生意嘅，即係其實係蝕本生意嚟嘅。所以佢真係被逼即係，譬如你大公司嗱，我哋其他都係你保噶啦，咁佢咪附帶條件之下咪幫你保咯。其實都唔係等於保嘅喎，如果咁講，即係保險，即係自己俾啫嘛。不過佢嘅意思即係你可能突然間有個特別嚴重嘅，咁你就係平均可能我比如我啲咧淨係睇傷風鼻塞嘅啫咁樣啊感冒嘅啫，咁可能本來係用300蚊一年嘅，咁你俾夠400蚊啦，咁而十個人裏面就夾埋有個就要開下刀啦，即係個保險嘅意思就係咁啦，但係太勁嗰啲就冇得保嘅啦，咁咪咁咯，即係大約係咁啦，即係撈大數咁啦，咁有啲嚴重嘅就唔使自己一個人揞10倍出去咁結啦咁樣。咁呢個呢咁根本就唔使講嘅係咪即係意外保險嗰啲即係基本上財力許可一啲大小嘅公司都有呢啲咁嘅福利啦，細嗰啲就冇得講啦，佢根本冇得傾啦係咪，所以都唔知佢點鼓勵啦。好啦，第四個開始有啲料到啦，就是、醫療儲蓄戶口就是、供 3-5%， 供到65歲呢先准用係咪，咁然後呢如果有大病呢之前就可以用乜錢係嘛，即係儲幾十蚊咁啦，唔係即係幾十萬係啊，好似儲幾十萬咁啦。咁呢個可能係佢其中一個想做嘅嘢啦，即係好明顯呢、這個得唔得咧？有冇好處咧？咁呢個又係會好似強積金咁啦，鎖死咗多資金啦，鎖死咗錢啦，同埋好多錢係用喺行政費啦。咁就算佢都要我當佢賺到啊，即係個基金可能賺翻 10% 俾佢自己啲行政人員。咁但係你基本上啲錢係封咗喺度啦，同埋就係又係有人唔會用得多，有人用得少啦。即係比如你儲幾十萬咁樣俾我，真係唔知點用啊！我冇理由用噶，無啦啦唔通佢病開下刀咩？冇噶嘛。但有啲人係零舍多病，可能即係兩下就開兩次手術就用完㗎喇嘛，係咪咁所以呢個意義即係講真又唔大喎，即係你唔係保險㗎嘛。因為如果保險呢就意思即係我畀一筆錢就乜都醫晒㗎喇。咁呢、個好處就係、是、呢即係你一定係平時嚟講你係畀高咗好多嘅。因為你假設你冇嘢㗎嘛。咁而嗰個畀多咗呢就保障你真係萬一有事嘅時候㗎嘛。啊、即係保險開頭係點嚟嘅呢，就係好多人去即係船出海，咁好多人就一生就得一條船嘅啫，但係出海就唔會有事㗎通常，但係耐唔耐有事呢，一次你就冇晒㗎喇嘛，成條船冇晒，咁所以啲人呢就坐喺倫敦個咖啡館嗰個Lloyd's而家最大嘅保險公司係咁啦，係個咖啡館嚟呀，咁就係嗰啲船主坐埋一齊，喂唔掂喎咁樣，即係諗咗條橋出嚟，不如一人夾啊幾十蚊啊，幾十磅咁。咁如果邊個隻船沉咗，咪攞咗個筆咁，一夾出嚟咁，幾百人一齊夾就好大嚿錢㗎啦嘛。掂曬，以後個個都安全啦，出海冇事啦，沉咗就攞呢筆錢啊嘛。咁從此就得出呢個咁嘅做法，保險就保一個風險嘅啫。係。咁冇嘅時候冇事囉，咁事實上每年係梗有一兩條船沉㗎嘛，所以佢哋呢個做法呢就正啦，成為即係保險嗰、那個理論喺度，即係頭先醫生你講咧，其實就唔係好符合保險嗰個原意，佢要計到條數佢先做嘅保險。即係如果保唔到個風險計唔到咧，即係用精算計到個機會率係幾多啊？如果計唔到嗰啲咧，係唔保嘅。即係計到佢就有生意做啊嘛，計唔到冇得保嘅。即係講上一次沙士冇得保咯。係，沙士係屬於唔係保醫療都可以保嘅。沙士冇得保。即係個損，你 claim 錢 claim 沙士醫你冇得保。係，即係嗰個損失係冇咁多。咁你呼吸係嗰時未有嘛？係唔係？跟住咪話呼吸系統原來感染咯。一般冇得保咧，就係打風，
嗰個第三保險喺馬路上高。天災，天災係冇嘅。天災啦，戰爭啦，係啊，戰爭啦，通常火災都有得保，瘟疫都冇。瘟疫係啦，可能都係冇嘅，因為佢估唔到個結果會點啊嘛。啊，即係類一次啊，總之唔知點樣會發生嘅咧，都冇得保嘅。Okay, 因為好簡單，因為呢啲一保咧，公司就冇咗咯，所以冇得保嘅，即係你唔係你死我亡啦咁。咁都啱嘅係嘛？咁所以呢啲情況都係政府孭佢噶啦，基本上就唔好靠保險公司嘅。但係保險公司保到嗰啲咧，就係佢計到條數，有幾個機會率嘅，係咪？咁但係呢個供款咧就冇呢個作用嘅喎，即係你自己供咗嚿錢，咁使曬佢50万咁樣到65歲，咁冇計嘅咯，跟住咁點啊？咁唔知嘅喎，所以基本上呢個唔係好有。失效，即係你單一嚟講都唔得啦，單一都冇用。起唔到嗰個原來你話喂安心啊咁樣買本又唔啱咯喎。係第五樣啦，強制醫療保險，即係冇講話幾多個比例，咁睇下到時再即係計出嚟嘅全民計咁樣，究竟個保險幾多啦，係嘛？咁啊要僱員參加受規管嘅私人醫療保險，受規管嘅即係指定嗰啲保險公司啦，係嘛？指定嗰啲計劃啦，係嘛？到時睇下點樣指定啦。係。咁但係呢個咧都可能嘅，不過就唔知個比例幾多，係、啊、即係要俾幾多個 percent 人工，唔知因為好排計啊呢樣嘢。嗱、啊、呢、這個可能。第六嗰個啦，就係、是、個人健康保險儲備，又係拎3%供款。咁啊部分咧就會買落受規管嘅私人醫療保險，其餘嗰咧就做儲蓄投資。啊，留作退休後的保費，咁啊即係又保險又保又儲錢又嗰樣咁樣，但係呢個又係要俾幾個 percent 啦，四五六嗰幾個方案都係要俾錢嘅，咁估計都係俾3-5%。嗱呢度咁多方案冇一個係政府俾錢，嗯，政府唔落手嘅，全部唔落手嘅，提咗呢六樣嘢出嚟幫你哋解決問題，政府一啲嘢都唔做嘅，基本上即係可能撥幾個官去啊。supervise 個計劃咁啦，但係佢唔會自己埋身負擔任何責任嘅。咁咧，醫療基金監管局咁啦。啊，即係咧監管局咁啦，咁佢幾個官得啦，即係一隊人就得啦。咁但係咧，全部就係你私人嗰啲保險公司競投啊咁樣嚇。咁佢又負責批嗰啲公司咁樣，咁係咯。咁喺佢嚟講係最簡單嘅，因為解決曬成個醫療即係融資問題啦。咁但係咧，即係籌到錢啦。對佢嚟講賺到錢啦，咁但係咧額外錢啦，就啲人就梗係話揾笨啦。咁但係一般咧就有個錯，因為依家個謬誤喺度嘅，通常就話政府唔理唔得啊，政府要落水啊，政府點啊，即係好似假設個政府咧就係一個咧有無窮無盡金錢又唔肯俾錢嘅阿爺係嘛？咁阿爺唔俾錢我哋用啊，我咁多錢啲身家儲埋去做咩咁？其實多餘喎呢個諗法，即係一般人個諗法都係錯嘅喎，因為政府嗰啲錢佢冇嘅就咪又抽水，咁又係你自己俾翻嘅啫嘛。所以政府理唔理，其實都係你嘅錢嚟噶嘛，即係做唔做呢樣嘢嘅啫嘛，即係翻返開頭嗰一二三個方案，即係社會醫療保險或者用者自付，咁用者俾唔到嘅時候，咪又係政府要俾，即係好似而家咁啫嘛，所以變咗又係即係係咪俾翻政府咧，繼續政府去用抽税去俾呢個融資咧，咁其實解決唔到問題咯。即係六個裏面咧，當然啦，政府最想就係個人儲蓄，又有健康保險，又健儲埋錢。系咁但系点解唔喺强积金我拨啲落去咧？诸如此类啊，就当解决咧咁样。咁强积金大家都计过啦，即系真真正正到你供到咁到退休嗰时候，咁啲钱都唔系咁高，即系唔系足咁足够嘅。我谂去大陆而家大陆仲可能够用啦，香港根本就唔够用噶嘛。咁所以唔可能由嗰边原来强积金就抽啲出嚟啦。咁、其实周一我都讲清楚噶啦，都由佢咁样讲，大家都知道噶啦。其实政府唔系话唔做，政府而家做嗰啲政府照样做。即係根本最基層嗰人真係冇辦法照顧自己，咁政府嗰個醫療機構係幫你會繼續做嘅。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話咧，因為佢嗰個開支不斷咁增加，咁將來係咁樣做係唔足夠啦。咁所以咧就需要咧係額外啦。即係頭先阿李永海一開波就話啦，其實係即係大家再夾錢啦，係咪？咁呢筆係即係除咗現時政府所已經用開嗰筆，再夾落去咁樣。咁但係而家問題，我哋睇到咧，政府用嗰筆咧由50亿到300几亿，都係增加得好快嚇。咁、好啦，咁當然我曾經所提及李永海曾經提及咧，就咁政府就 cap 咯，唔好再人工再加啦，好多嘢就唔需要做，你就唔好做啦咁樣。咁就再額外咧係籌出嚟嘅。好啦，咁即係睇到，即係呢個好用一般常理都可以睇到啦，佢係一定會咁行啦。咁點啫？你除咗咁有咩其他辦法咧？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是。
大家应该睇到嘅。就算我曾经所讲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系要赚钱嘅。既然呢个医疗嘅企业咧系令政府都破产嘅，令好多人破产嘅，咁即系呢个一定唔系赚钱嘅事业嚟嘅。咁要赚钱咧，就一定咧系用想尽办法咧，就然后要保就唔要赔就唔赔咁样啦。咁所以对后一定系好多啲不满嘅情况啦。咁所以 Michael Moore 个 cycle 咧已经揭露晒出嚟噶啦，美国已经变成咁样嘅现象啦。咁仲有一个咧就话要自己即系。即係要自己儲蓄啦，為自己醫療儲蓄啦，到65歲之後，咁即係政府驚住你，嗱，我逼你儲下啦，即係好似強積金差唔多啦，你都到退休就攞即係一窮無事，一乜嘢都冇曬，又要全部每毫子嘅生活費要政府幫你俾，咁起碼咧你有能力嗰陣時候逼你儲下錢啦，咁但係亦都大家都計過啦，如果你係10,000蚊人工嘅或者20,000人工，你到時你所儲到都係10幾萬蚊到20幾萬蚊，如果你真係有咩任何事咧，用現時嘅醫療嗰個收費咧，肯定係絕對係唔夠。咁、啊、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我用返我呢筆錢去睇返公立醫院，咁用淨係收你 5%、3%咁梗係夠啦。咁但係個問題咪再走喺源頭啦，係咪？咁即係你梗唔緊係唔希望你用呢啲咁嘅方法啦，係咪？咁所以你睇到呢點解咁多人反對呢？因為呢目前所提出個解決方案呢，其實呢大家計一計條數呢，其實都一啲都解決唔到個問題。好啦，咁我最近睇到施永青咧，就佢嗰個 AM730 嗰個報紙度咧，佢有兩篇琴日到今日有講兩篇關於醫療融資嘅問題嘅。咁佢話咧，佢話其實咧，我哋要唔好忘記咧，我哋嘅醫療嗰個資金咧，係好視乎我哋個社會嘅經濟嗰個能力嘅。咁我哋以前即係香港。即係嗰個社會嗰個經濟能力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咁大家都接受到即係政府醫院所付俾我哋嘅，俾我哋嘅醫療嘅服務，佢好有限。我好記得嘅，嗰時都係70年代到啦。咁我都去馬來醫院啊，我表弟嗰時喺佢做嗰邊嘅急症室嘅醫生嚟嘅。咁睇到咧，即係嗰個設備都幾驚人嘅，我都估唔到嘅。佢哋冇紙手巾嘅，佢就咁用嗰啲普通嗰啲手巾咧抹手嘅。咁洗手咁樣，咁嗰個有個小朋友咧，就即係個手指咧就有即係含濃咁樣，咁佢又我表弟咧就叫佢咧企喺度，個小朋友企喺度咧，就即刻喺面前咧就幫佢燒豆一把刀就戒嘅啦，咁啊幫佢包，即係成班病人咧睇一張長台嗰度咧就喺度醫病嘅，我都即係我第一次遇到呢啲，即係咁樣嘅70年代啫嚇，咁但係當然啦，今時今日嘅醫管局下嗰啲醫院直情好似豪挑級啦，係咪？同比美嗰啲私家醫院啦，咁當然啦，佢哋又解釋到點解由50億咧變到係400億啦。咁亦都睇到啦，醫生嘅人工、醫護人士嘅人工，就算個行政人員嗰人工咧，都係比一般嘅出面市面嘅係高好多嘅。咁即係你睇，即係施永青就話咧，即係你唔好諗住咧，我哋嘅社會個經濟一定會繼續好嘅。即係到我哋將來或者香港經濟差嗰陣時候咧，咁你講多多計劃都係冇意思嘅，因為你個當時大家都冇錢，政府又冇錢，一般市民都冇錢咁所以我哋要求嗰個所謂一個比較高水平嘅醫療服務咧，係根本係唔可能出現咯，係嘛？即係就算我哋嘅呢個計劃嗰個結構出現咗之後咧，但到時真係社會經濟唔好都冇用嘅。咁佢話不如咧最緊要啫，搞好社會經濟啦。咁呢個係琴晚佢報紙所講嘅。其實呢個咁樣嘅講法咧係好特別，即係同一般出面我哋睇到嗰啲係有啲唔同㗎啦。咁今晚咧，今日佢又另外一篇咧，佢話咧佢基本上咧就唔好去改佢啦。即係根本而維持現狀，我已經唔錯啦。咁佢基本嗰個論調係幾好清晰嘅。咁呢個我喺好多年前咧，我亦都強調咧，因為我成日都希望咧，就話咧，我要公平分配嗰個社會嘅醫療資源啊嘛，要公平，即係有一個好高嘅水平咧，我哋希望咧，人人都有機會享受得到嘅。咁施永青亦都提出咧，呢樣嘢咧係根本係全世界每一個國家係做得到嘅，係嘛？即係咁昂貴醫療資源，唔可能咧係人都公平可以享受得到嘅。咁好明顯咧，事實上咧都係咧，即係冇錢嗰啲咁咪。要政府輪咯，係咪？即係輪耐啲啦，係咪？咁可能都輪唔切死咗都會有咁。有錢嗰啲咪去私人醫院度咧，係早啲去解決咯。咁喺但係如果個論點就係、是，如果個醫療根本係唔需要咁貴嘅，可能可以輪快啲咯，多啲人享受得好啲。嗱，咁當醫療嗰個唔需要咁貴，就一定唔喺我哋香港嘅即係控制之下啦，係咪？即係藥廠嘅好簡單嘅，你乜都唔使做就可以即刻至少平一半，你知唔知啊？啲係點樣呢個？你即刻開放全世界啲醫生都嚟香港執業啦！我即刻包佢第一半。
嗱，喺某个程度上咧，可以有机会做到。嗱，不如睇下我哋泰国啦。啊，咁即係睇喺印度啦，係咪印度即係佢政即係嗰個基本政府就話呢，我唔俾啲外國藥廠呢一定要我賣嗰啲貴嗰啲嗰啲即係嗰啲所謂名牌藥啦，即係牌子藥啦，咁樣用嗰啲generic 嗰啲藥一樣嘅啫，其實識一樣嘅嘢嘅。但香港好多人好得意嘅，咁當然呢都係有故意造成呢個現象啦。咁麻煩啦，我哋中國我哋有背靠祖國㗎嘛，祖國有乜嘢藥做唔到出嚟㗎真係。咁其實印度係咁樣啦，即係直情呢就我唔接受呢啲國際嘅所謂咩規限嘅條例嘅藥廠，我哋照抄嘅啫，我哋為咗我哋市民嘅生命健康着想呢，我就照做你嗰啲西藥嘅咁樣。咁即係你可以睇到呢，即係咁先至最後都話呢，其實呢不公平嘅分配呢係個呢個世界嘅現實嚟嘅，大家都接受嘅。咁唔通人哋所兵線你一定要坐咩？咁你都接受啦，你冇錢你咪冇坐囉。唔係喎，而家兩個樣嘢係錯，兩樣嘢唔同喎。坐 Benz 同唔坐 Benz 同有病要盡快醫好佢，呢個係人權嚟㗎喎。嗱，佢用咩方法醫嘛？即係佢意思即係話呢，咁當然係有啲用即係高級嘅坐頭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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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快嘅方法醫好佢要喎。嗱，咁但當然啦，用最簡單最快嘅方法呢，就唔係我哋現在醫療個提出嘅風氣啦。不過我有疑問喎，咁其實就維持我哋而家已經下起咗價十倍嘅制度，即以我了解，一般人係好滿意㗎喇喎，有人好唔滿意咩？又唔係喎，咁使乜咁麻煩要搞咁多嘢呢？即就維持而家呢個公立醫療制度部分私有嘅醫療制度。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將會你排即係睇新症呢會越排越長。點解呢？因為資源唔夠，病人越多，即係話譬如你以前個假設就係咁。譬如你以前係爆內張，排一年就醫你㗎啦。嗯。依家呢我依家嚟計呀，你至少都要等三年㗎啦。嗯。即係而家嘅資源已經出現到呢個情況。將來呢就會排五年啦。哦，即係一路咁加上去。即係呢啲咁，其實講緊睇專科一啲。但你要從一個病人嘅角度去諗啊。咁唔掂㗎啦。本來即係如果你譬如你一年，係好啦，我忍痛嚇甲醛醫咗佢咧，佢係有多咗幾年嘅好嘅視力㗎嘛。嗯。佢就可能有生產㗎咯噃。嗯。佢嘅生活會好咗好多喎，起碼佢隻眼好啲，冇咁易撲親先啦。嗯，系嘛？即系如果只眼唔好嘅，容易扑亲嘅，又系我医嘅啫。啊，咁呢个都系人权嚟嘅，你明白？好简单，呢个都系人权嚟嘅。即系话依家嘅医疗唔好啊，依家医疗咧其实可以更好噶。嗯，嗱，即系接受医疗咧，接受即系一个医疗嘅服务，令到我哋健康咧，系我哋基本嘅人权。呢个系大家都系认同嘅。咁但系问题咧，喺现时嘅架构，现时我哋供应嘅医疗咧，其实由头到尾都做唔到呢样嘢啊嘛，仲唔好话做唔到咧，其实更加害死你嘅。即系而家嘅医疗咧，系帮你用好平嘅方法，用嗰种方法，第一冇效，第二副作用多到你咧冇病变有病啊嘛。咁其实呢个背后一个最大嘅原因咧，系解释到咧点解我哋嘅医疗呢个问题，那个医疗嗰个费用嘅问题咧，系全世界都系同样面对啊嘛。因为大家有共睇到共通点嘅，全世界有出现问题呢啲嘅国家咧，主要系咩咧？大家都系主要是用那個對抗性醫療，所謂俗稱西醫那種方法嘛。我講個故事給你聽，我腳痛痛風，是現在假設有一樣東西叫誠實豆沙包，是我來看看袁醫生，你給我誠實豆沙包給我。李永康，你一隻腳痛得很緊要 我醫你得，但是你願意給多少錢我醫呢？是痛到死，痛到死那麼滯，痛風是三萬元啦，三萬元我都得㗎啦，我出嚟三萬元俾現金你。因為袁醫生就話哎啱晒啦，三萬元多謝你。我當然知道袁醫生唔會啊，但係你唔好咁開心笑住先。我又攞個誠實豆沙包俾阿袁醫生你食㗎嘛。係。咁我又直問你另外一個問題啦，阿袁醫生。係咪包醫呀？唔係。除咗你依個三萬元醫嘅方法呢，仲有冇其他嘅醫嘅方法呢可以平過三萬元又有效又唔痛苦嘅呢？有，其實收你三百元診金加五十元俾支 Lidom 你食下就得㗎啦。
咁事實上就真係啦。嗱好啦，咁首先呢個例子非常之好嘅，即係呢我哋其實呢我哋從來呢都未曾去諗過呢，除咗我哋現代西方醫療所用嘅所謂對抗性醫療方法之外呢，其實呢個地球上人類歷史上呢、這個全世界係咪有冇其他啲又平又靚又少副作用嘅醫療方法呢？係咪嗱，其實我哋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即係睇下點樣解決啦，係咪？即係我睇到而家都係大家都係遇到死，即係嗰、那個即係 dead end 嘅，去唔到嘅，係咪？咁講埋個故事先。OK， 好。呢、這個誠實就收翻。其實咧，阿醫生，我唔使俾你寫，你都話俾我聽嘅，我知道。但係唔係個醫生好似你咁噶嘛？我亦都冇誠實就揸包俾佢噶嘛？係咁其實咧，我哋即係喺 marketing 咧，就有樣嘢就等於係誠實在沙包噶啦。係。呢個咧就係、是、咧，就係、是、自由競爭。係。加自由選擇。係。加價格。加價格嘅公開。公開嘅價格。係啦。公開資料。呢、這個就係誠實在沙包。啊，咁好啦，咁我哋而家醫療方面係好明顯。冇呢樣嘢囉，咁亦都呢個解釋到囉，即係我哋嘅醫療嗰個危機嘅問題呢，唔係嗰個錢唔夠囉，係我哋根本就缺乏誠實豆沙包呢個咁嘅現象啫。好啦，嗱，即我哋即係用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嚟到睇啲問題啦，咁其實我哋要解決個醫療嘅問題呢，其實要需要啲乜嘢先，咁第一我哋一定要一種醫療方法呢，就係可以醫到人嗰啲病啦，係咪？即係唔係只係醫1%嘅病啊、我哋讲10%嘅病，我哋讲要大部分嘅病都能够医到嘅。咁即系呢个一个具备条件，即系我哋需要一个医疗方法咧，一定做到。即系如果你个方法只能够医到10%嘅病，啊，制到10%嘅病，80%嘅病医唔到嘅，咁可以咁讲咧，肯定咧，你用多钱咧，再用多10倍咧，都冇用嘅。吓、啊，咁第二咧，我哋需要一种方法咧，系即系有医疗效果，即系有个效率高嘅，效率高之后咧，即系有效率得嚟咧，仲要。即係合乎嗰個經濟嘅效益，即係啲人可以 afford 到啦，係咪？如果咧做百安的 woman 咁樣嚟做嘅，每一個人咧就100萬100萬咁即係就算有啊，都係即係啲人即係社會即係負擔唔到啦。咁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發現咧好多嘅醫療嗰個開支咧，都係可以咁係被濫用嘅。你曾經都提出咧，其實好多地方係根本係好浪費同埋濫用嘅。咁所以咧，要成功嘅醫療嗰個制度咧，一定咧就要唔好咁容易俾人濫用嘅。好啦，咁第三個我哋嘅要做到嘢咧，即係其實咧永遠都係嘅，冇病咧，即係冇病係永遠係平過有病去醫嘅。咁我哋嘅現時文明人所患嘅病咧，我曾經所講嘅80%咧嘅病咧，其實咧可以話咧大部分咧，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嗰個資料咧，60%文明地方人所患嘅病咧，係其實自己一手自己做出嚟嘅。好啦，咁即係話咧，我哋要預防呢啲。原來60%嘅病咧，其實個重心就要呢、這個制度一定要鼓勵我啲人咧，係自己能夠做一啲嘢咧，係令到自己咧係唔會容易有病。好啦，咁即係話咧，一個成功嘅醫療嘅保險嗰個制度咧，一定符合呢三個條件，咁先有機會咧，有希望咧係能夠成功嘅。好啦，咁我哋用啲咩方法咧可以處理到呢個問題咧？咁或者再詳細啲睇睇啦。第一，我頭先講好多次啦。咁問題就係我哋現時嘅獨孤一味嘅西醫對抗性醫療咧，根本係因為醫唔到病，所以咧用多啲錢再抌落去係冇用嘅。第二咧，我哋嗰個濫用嘅問題咧，因為我哋而家所構思嗰個醫療嗰個計劃咧，其實係用叫做第三者付款嘅一種經濟嘅交易嚟嘅。咁你個睇下咧，第三者付款嘅經濟交易個問題邊處咧？呢種嘅交易嗰個機制就話咧，個供應商咧係話事咧。是話俾嗰個接受嗰個服務或者嗰個貨品個人咧，係佢需要啲咩嘢嘅，而接受嗰個人咧係唔需要直接自己銀荷包嘅。咁好啦，咁任何嘅即係經濟嘅交易嘅制度喺呢種咁嘅環境之下咧，一定出現一定必然嘅現象咩咧？就係、是、大家濫用咯，係咪？即係我睇喺報紙上，我睇到一篇文章咧，就話咧呢個咁樣嘅做法咧，就即係。價錢高翻啲啦，你自己俾錢咧，咁你就冇咁容易濫用啦。但佢冇唔記得一樣嘢咧，其實個供應商都濫用嘅，即係醫生都濫用嘅。即係醫生係靠開刀嘅，咁有得開刀可有可無嘅，或者開刀都唔會死嘅。咁但佢可以賺你幾十萬嘅，咁佢叫你開好，係一個係人之常情，好容易理解得到嘅。咁即係話咧，我哋而家呢個咁樣嘅醫療嗰個保險制度，第三者付款咧，其實可以咁講咧，係注定失敗嘅，全世界冇成功。OK， 好啦。
咁第三點呢，即係我哋身份證正係需要啲人係即係做一啲嘢啦，有啲咩動機呢，係要令你呢係想盡辦法呢，就係、是、搵一啲有效方法同埋平嘅方法，唔會嘥你自己錢嘅方法，咁同埋呢係最後呢係可以呢係做一啲嘢呢，係真真正正呢可以令到你唔會患病，咁即係所謂預防即係真正嘅預防啊，唔係叫你去去成日去檢查身體啊，咁呢叫做及早發現，呢、這個唔係預防。咁呢種及早發現呢，其實真係有時呢其實已經係太遲㗎啦，唔係及早發現嘅。好啦，咁我哋覺得呢其實真正嘅有效嘅方法呢係好簡單嘅啫。我哋只要建立一個叫個人健康儲備金，其實呢喺政府呢其實係緊急咁呢樣嘢嘅。但係呢佢冇講清楚呢個問題呢，就係你點樣用嗰度嘅。咁呢個個人健康儲備金呢，佢最主要嗰、那個嗰個做法呢，就係呢呢筆金呢，呢筆儲備金呢可以俾我哋呢係自己選擇呢係進行接受或者任何形式嘅醫療，即係唔係淨係局限於對抗性醫療嘅。好啦，咁即係佢用佢自己嘅經驗呢去搵到一啲呢佢認為呢係最幫得到自己呢，同埋呢係最有經濟效益嘅。好啦，咁我想問下啦，如果譬如我一個我覺得我個頭好痛啊，我話茅山師傅同我念下咒咁得唔得呢？當然啦，如果係咁樣咁簡單方法，可能茅山師傅係因為可能宗教因素或者道家因素唔收你錢，咁有乜唔好呢？咁梗係佢收我錢啦，但佢真係個個醫我都頭痛，係佢醫我唔頭痛喎，咁得唔得呢？咁當然可以囉，因為目的係你作為一個病人，你係希望醫好啫，你唔理佢然後西醫又好，中醫又好，自然療法又好，總之有種方法醫得到佢㗎嘛，係咪？咁唔緊要㗎，因為你背後你會諗呢個冇牌㗎喎，呢個有牌㗎，咁背後有好多因素，其實完全呢個因素到時呢係完全唔會有問題嘅，因為呢點解呢？呢、這個方法呢就我嘅建議就話呢，其實我每一個公民呢，香港市民呢都有權攞到，即係有一個指定嘅金額，譬如當香港100,000咁樣，咁呢個呢就係俾你一生用喺自己嘅健康嘅。咁但當然呢，你係可以用呢筆100,000嘅金額啦，就可以睇病，但睇咩病都唔緊要嘅。佢都係由嗰筆錢去攞㗎喇。但係呢，當你一開始用嘅時候，譬如你可能呢係某種情況你用咗5,000或者用咗10,000呢，咁喺你個一生嘅工作或者有能力嘅情況之下呢，你就要開始要還錢嘅。咁假設嚟講呢，你如果一本你10,000以上嘅呢，咁你就要還返 5%， 即係要開始補返落去㗎喇咁樣。咁直至到死嗰時候呢，你筆遺產呢你都要可能呢 20%、30% 呢都要填補返，即係你即係你用到嗰筆數嘅。好啦，咁喺呢個嘅情況之下呢，如果即係如果你喺你一生裏面呢，喺呢筆錢呢，政府指定即係俾你嗰筆錢呢，你冇用晒嘅，可能你用咗70,000，咁剩返30,000呢，咁剩返嗰30,000呢，你係可以作為一個遺產呢，係即係俾屋企人或者當自己嘅嗰個掩葬費嘅諸如此類咁樣。好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我哋曾經所講嘅條件呢其實符合晒㗎啦。第一你用嘅係你自己錢，咁記住，我唔係話你用曬你嘅儲蓄，我只不過話呢，如果你係有能力，即係你繼續工作有能力之嘅範圍之下呢，咁你就要供錢，要俾㗎喇。你用得幾多你要俾囉，係咪？即係喺你一生裏面你俾得幾多就盡量去俾嘅咁樣。咁好啦，一個問題呢，你會知道呢，其實錢呢係你自己荷包嘅錢，係冇唔係人哋幫你俾任何錢嘅，完全係你自己荷包刮出嚟嘅錢呢，咁你梗係會用得即係精明啲啦，你梗係會去搵啲醫療嘅方法，你即係喺你經驗知道呢係最有效同埋最平嘅。好啦，咁既然呢筆錢係你自己用嘅，咁你會開始學一啲方法啦，即係唔好成日諗住呢就係、是、原來有乜病去做啲檢查身體啦，你會真真正正諗一啲方法呢，係做啲保健嘅生活嘅方法呢，係令到你係真係唔會病到嘅。OK， 咁我覺得喺呢、這個，如果我能夠係咁樣去成立呢個咁樣嘅個人保健嗰個健康儲備金呢，而俾我哋可以咁自由去用喺即係我哋自己嘅健康上需要呢，其實我哋所遇到嘅全世界所遇到嘅醫療問題呢，其實都可以解決曬嘅。咁當然有幾個假設啦，咁、那個假設就話呢，現時嘅西醫嘅醫療方法呢唔係唯一嘅有效嘅方法，呢、這個地球上呢其實係有好多更加有效、合乎經濟效益同埋殺傷力好少、副作用好少嘅醫療存在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呢個醫療真係唔存在嘅話呢，
都起碼啦，你起碼有一個所謂叫做一個有嗰個 incentive 咧，去做一啲嘢咧，係令到你自己唔會咁多病咯。咁我相信咧，如果我哋即係我哋能夠睇得通呢個問題個根源咧，咁設立一個咁樣嘅個人健康儲備金嘅自由使用嘅儲備金咧，咁其實我哋嗰個醫療問題咧係有好大機會咧係可以真正解決得到嘅。OK， 好啦，咁時間差不多啦嚇。大家都可以都即係諗到個問題都係大概都可以歸納到呢幾點啦。好，咁我哋或者下次呢就再繼續啦。咁我哋會將我哋呢個建議呢，我哋會慢慢地呢係抌喺網上嘅。咁大家可以呢係即係參與呢個嘅建議啦。咁將我哋呢個建議呢係可以轉達俾香港而家政府收集咁呢方面嘅意見嘅機構啦。咁希望呢我有一日呢可以呢係真真正正呢係解決到我哋香港困擾咗香港咁耐嘅醫療融資呢個問題。OK， 多謝大家收聽，好，拜拜。拜拜。